자, 캐릭. 캐릭. 자제. 啊，各位同心，大家真辛苦，已经上课嘛，上几日了吼。啊，即马是上尾节，啊，等下咱就休困，食用暗吼。啊，我即个题目吼，进前有一间教会啊邀请我去演讲，啊，伊甲我问讲啊，何先生，你要讲什物题目？我讲我的题目叫做台湾人。迄、那个小姐讲啊，你阁讲一摆，伊毋是无听的，伊有听的，但是伊不相信讲啊，台湾人用台湾人咧做题目的，哦，敢有啥物好讲安尼吼？好，有一间教会吼，啊，有一个长老吼，啊，有一个讲民望啦。民望讲伊去天堂啦，去天堂佚佗吼，啊一个去天堂吼，哇天使看到伊吼，哦这是就是间教会长老吼，啊来吼啊所以就甲导游带去个天堂直直看，哦讲黄金城碧玉露偌水就偌水吼，啊带几包吼，这个长老挡袂牢吼，转甲天使问啦，问讲诶，啊你敢袂使带我来见上帝一个？哦，我一世人信上帝，啊，来看上帝生做安怎，你嘛甲我带我来看一下吼。啊，即时阵即个天使吼，怎脸有难色啦，怎咧安尼支支吾吾啦吼。啊，尾啊则甲即个长老讲吼，讲我甲你讲吼，上帝足无用的啦，伊即马吼专门拢伫研究，是伫研究啦。啊，即个长老听一个惊一跳吼，讲啊，上帝毋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吼，啊，啥物伊都搁伫研究，是伫做研究。啊，这天才甲讲吼，讲你都毋知咧，迄吼，迄即马世间人吼，啊用各种的神学的理论吼，即个讲安尼，迄个讲安尼，吼有基督教、天主教吼，有啥物啥物摩门教吼，啊我说哇，这个门派之多吼，安怎去形容上帝？连上帝都搞糊涂了啦，伊家己煞毋知影讲我长得什么样子啦，吼，即下世间人搞安尼画乌插白吼，啊我无来研究者了解者，讲到底我是啥物啥物啥物款物件，煞家己煞戆去安尼吼，这是一个笑话啦吼。啊，到那嘛共款呢？哦，你若拄着你周遭人，甲问讲，借问呢，啥物是台湾人？足济款讲法吼，有诶讲，啊，着认同即块土地啦，哦，啊，着直接出世啦，哦，啊，着食台湾米，啉台湾，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啦，吼、哦，啊，有诶嘛讲，啊，肯为即块土地牺牲性命啦，即拢叫做台湾人。哦，大概拢即几款讲法吼，啊，但是有一个骂声，要安怎讲呢？伊讲我烧成灰都是台湾人，伊讲伊烧成灰都是台湾人吼，所以用迄个感情上的即个讲法吼，其实虽然人讲迄袂准啦，哦，啥物是台湾人吼，啊有人讲血统上重要，吼、哦，血统是安怎拄安怎吼，啊，再甲各位报告一个笑话啦吼，咱知影台湾有两个真出名的教授，一个就是潘明敏，啊，一个另外专门在研究台湾史叫李晓峰吼，啊，有一日因在食饭的时吼，坐做伙。啊，即个潘明敏吼，潘明敏教授啊，甲李晓峰讲，李教授，我吼有去迄个马街病，迄个林玛丽吼，甲我做我的血液里头的 DNA 的迄个分析呢，啊，我分析出来结果吼，我的身躯的讲90几%是病包装呢，我互讲一个，看潘明敏的面愈看愈像原住民吼，我都迄个潘明敏甲因在讲吼，啊，什么是因在讲吼？即李晓峰想着讲，安尼我嘛来拜托即个林玛丽，伊即马真出名吼，即个医生即马全世界真出名，伊用你的血会查出你的 DNA 的所有图表，啊，然后甲你分析讲，啊，你的血内底啊有几%、几%、几%会认证染做血安尼吼，啊，所以即李晓峰嘛感觉心里是毋是，啊，所以就去找林玛丽，讲来，你甲我抽一点仔血，啊，我嘛要知影讲到底我的身躯啊到底有几款的迄个 DNA 的即个基因伫内底吼。啊，所以两礼拜啊，吼，林妈你甲讲来，李教授吼，你的报告出来啊，哦，啊，我甲你讲吼，迄个你的迄个 DNA 图表甲你排出来吼，你差不多95%的病部族的血统，哦，啊，佮有几%的迄款对中国的南部吼，啊，即个南部来源佮是对北越迄边过来的血统，伫你的身躯吼，啊，但是参普通人无共款的吼，是你的身躯内底吼，佮有0.4%的迄个。印度东北边的人的基因，听一下这李晓峰讲，啊哪会遐准？啊，我现在就去用叫印度啊，哪会遐准？
讲伊细汉就叫奥运多啦，遐准啦。啊，即马即李小凤伊家是研究台湾史嘛，啊，所以讲奇怪啊，我的身躯内去走出什么？什么印度东北边的基因零点几 percent 的基因走入我的身躯吼？爱研究台湾史的结果吼，啊，有，将近300当前荷兰伫台湾的时候。哦，因对印度东北边吼引进200只水牛来台湾，那一路遐想想啊，水牛参我哪有关系？哦，咁水牛会真会走来我的身躯顶悬吼？啊，尾啊，这李小凤怎想到啦？讲啊，一定迄个赶水牛的啦！啊，水牛赶来啊，怎到这个岛屿安怎放糖？啊，七磅八磅啊，几百磅啊，走来咱的基因吼？所以，迄个讲啥物吼？你有一个安怎对登山怪嘛？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无稽之谈啦，无意义啦。啊，搁讲着迄通吼，咱若讲吼，啊，都讲啥物吼？一个登山公啦，安怎拄安怎啦吼？啊，这个登山公是炎黄安怎来啦？啊，说你们都是炎黄的祖孙，我们更加知道那个没有意义啦。是安怎讲吼？譬如讲，啊，有一个阿姨伫美国吼，啊，另外搁一个阿姨伫台湾，啊，美国迄个阿姨无生囝，啊，台湾这个阿姨生双生啊。而且是同卵双生哈，诶，迄个基因上、遗传上、从外貌几乎都会一模一样的小 baby 嘛哈。啊，所以生一个双生了哈，美国来伊讲，诶，这是啊，你生两个无一个，给我来美国要啦，好不好？哦，好哦，啊好，来生这两个双生了，一个到美国要，一个到台湾要，20年后就完全不一样的人啦。所以讲迄通有意义无？完全无意义嘛，咁唔是呢？哦，所以咱知影讲，干那20档就好，互你遗传拢总同款的，拢总一点块同卵双生基因遗传产面貌，啥物哦拢总同款。啊，但是20档后无同款的文化，中成起来了后，价值观无同款，对事物的判断无同款，迄就完完全全是无同款的人啊啦。所以吼。咱常咧讲哦，400当前安怎，唔免讲啊遐久啦。20年就可能变成不一样的人啦。哦，那个价值观不一样，就完全变作无同款的人。日本人常咧讲说，慷慨较大，慷慨较大什么意思？就是你思考的模式，你的思考的模式，你的价值观不一样，就变成不一样的人哈、哦。所以咱常咧讲用血统啦吼，还是讲拄只咧讲用感情啦吼，还是讲用宗教语言吼。文化上顶顶咧讲吼，硬要甲你翕无，做讲咱是中国人哦，咱嘛知影无意义呢。是安怎讲吼？宗教也好，语言也好，还是部分的文化也好，迄拢总是人类的共同资产呐，对不？你讲我要学英语，吼、哦，我著爱写一张片来甲英国的女王讲啊，我是一个小海岛，啊，做伫台湾，啊，我想要学贵国的语言，请你甲我许可。世间敢有这个代志？无这个代志嘛？哦，诶，这就是人类的共同资产，唔是讲我食中国菜，啊，我就变中国人，啊，我拜中国神，啊，就变成中国人，啊，我若去拜基督教，我唔是去变成犹太人，哦，所以咱知讲那个都是 nonsense， 拢种无意义哈，啊，尤其是进前吼，啊，常常安尼电视啊去利用阿皮婆啊，我本土大家认同度足高的哈，啊，叫你叫阿皮婆啊，啊，拍一个广告，讲哇，我拜的神对中国来，哇，我讲的讲中国话，哇，我食中国料理，啊，无我唔是中国人是啥物？哇，吼，安尼在甲咱愚弄哈，所以咱即马甚至要来安怎认定讲啊，咱是台湾人，真的都会有问题哈，所以我挑你经济的地方，我用台湾人为了我则简单，你是要讲啥？凡是咱点半钟讲未了吼，好，台湾人，哎，我一边了着，哎，未出来啦，哦，有啦吼，啊，咱即摆来甲回顾吼，我毋是伫第一线咧做研究的人吼，啊，但是人若研究出来，啊，我嘛安尼有安尼小可拢甲了解一下吼，啊，所以若准到讲，尤其是法律方面吼，啊，若讲了无够吼，咱后壁有资深有合作人吼，会当甲咱指导吼。好，台湾人这个名词哈，你清朝的时从来没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人的名词，咱知影嘛哈？清朝的时啊，伫这个土地或、哦、大多数是，迄阵啊嘛无原住民，嘛无原住民这个名词，讲是讲青番啦，哦，还是讲尾啊讲变作石番啦，还是讲汉化改姓，或者说变作河洛人迄款嘛有吼，所以伫这个中间，原住民都参原住民这个名嘛无。哦，啊，然后互相的称呼是啥？啊，你客家啦，
啊，啊，我河洛啦，啊，客迄个河洛过什么泉州、泉州啦，哦，啊，过迄个、迄个河洛庄拼客家庄哦，过冤家嘞，械斗、集体械斗吼。啊，到尾啊，讲我一个所来啦，讲我做福州啊啦，啊，派三支刀啦吼，啊，走台湾吼。啊，所以伫这个中间，伫清朝中间吼，这个所谓台湾人迄个名词都没有，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这个名词，互相的称呼就是安尼吼。啊，就是讲啦，较尾啊，佫再数过来讲哦，迄个做中土来的啦，迄个做内地来的啦，吼、哦，也是讲迄个做唐山来的啦吼、哦。所以伫这个中间，清朝伫这个岛屿中间，迄、那个所谓台湾人，包括这个名词，包括这个观念，完全拢无啊吼。啊，过来，这张图咱定定看到吼。咱伫咱演讲个中间，定看到这张图吼。啊，若别普通人无机会好看，毋知啊，毋捌看过。这张什么图？台湾。敢是？是。啊，台湾毋是有番薯，番薯叫糖食了，变一尾糖。哈哈哈！看到足像一尾糖，一只糖安尼吼。其实这是1735年一个法国人画啦吼。爱画这张图的意思，就是讲，伫清朝宣布对台湾有版图的地方，就是干那这个部分尔啦。包括中央山脉，包括迄个东部吼，四分之三以上，清朝并没有把它列入版图吼。所以这张图咱发现着了，感觉很宝贝哦。讲当时啊，台湾的这个所谓清朝，讲要马关条要割让给日本，伊真正有资格，谈好所谓割让，对这个部分尔啦。哦，所以咱知讲后来日本人来台湾了吼，是两种身份，一款就是依条约取得的，啊，另外一款就依征服取得哈、哦。所以这个来龙去脉是安尼吼。所以咱拄则咧讲清朝吼，啊，清朝了过来日本人就来啊吼。后来这个日本人来了变作啥？哦，这咱拢工作侪，真侪咱的讲师拢有甲咱报告过吼。啊，但是遮吼有几点爱甲各位提醒吼。好，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吼、哦，大家拢会晓讲哦。哦，啥物人拢知吼、哦？啊，这个割让台湾给日本，其实第一条、第二款的第一吼、哦，是个割让辽东半岛啦。哦，迄拢伫迄个马关条清楚有写出来吼、哦。啊，就直接要甲各位强调是其中的一条吼、哦。好，咱看卖吼、哦。好，第二款的二甲三，就是台湾甲澎湖拢总挂号日本吼、哦。好，咱要强调是这第五款，这真心性吼、哦。伫马关条就清清楚楚写出来吼、哦，讲好。因为割让的关系，因为战争的关系，吼啊，所以割让啊，割让伫迄个时代，割让领土是被承认的，哦啊，所以日本人来，以马关条约来的时候，伊就安那写，伊就安那讲，伫马关条约清清楚楚写上，两当之内，日本应准伫这个岛屿的人，若要服从日本的领诶统治的人，你留落来，啊，若唔服从的人，你会使变卖你的财产，迄个退出界外。哦，退去界外，你会使搬离台湾。这个两当的时间，和伫当时这个土地的人做选择。好，我是一个新的统治者，我是一个根据条约来合法的统治者。哦，啊，明显的文化无同款，啊，明显的语言无同款。哦，啊，你若要给我通知，要接受我的通知，你可以留下来。你若唔，你可以自由离去。哦，这等下咱就甲各位报告，搁较深入一撮啦，哈。啊，过来，即马无偌久哈。搁去定一个辽南条约啦，咱拄只咧甲各位报告吼，报告讲辽东半岛挂号日本，啊，然后迄个台湾平和挂号日本，吼，啊，但是七个月后吼，四月定了吼，七个月后搁定另外一个条约，啊，这个条约就因为三国的干涉吼，要求讲辽东半岛袂使挂号日本，吼，啊，所以日本再搁另外定一个条约，将辽东半岛搁形成条。所以一来一去拢总爱有条约吼，拢袂使用嘴凊彩讲讲的吼。即内底故事足济吼，但是咱今仔重点毋是遮吼，我是甲各位报告一下吼。好，过来。好，哦，这是迄个辽南条约内底吼。尾啊，辽东半岛兴日本了后，佫增加赔款3000万啦吼。所以两万三千万的迄个赔款额吼。好，过来。哦，这是迄个辽南条约的中文版甲英文版咯。好来。即马过来，咱即马甲各位提起讲，清朝的是无台湾的观念，无台湾人的观念，哦，啊，这个观念甲这个名词当时开始有诶，就是日本来统治了后，哎呦，文化无同款，腔口无同款，啊，即马讲要做我的统治者，
啊，过去咱是即个岛事在冤家娘济，迄个漳州庄咧拼泉州庄吼，啊咧冤家娘济吼，啊，而遮个人吼，那一夜之间怎啊变作去互日本统治的？诶，什么人？诶，台湾人啦。所以迄个第一摆受到压迫了后，无去互我袂使。哦，原来即个岛事啊，咱拄则咧甲各位报告，迄、那个互相称呼来称呼去，啊，伫即个所在冤家娘济遮个人，即摆新的统治者坐来吼，好，迄、那个新的统治者就是日本籍的日本人，啊，被统治者即、這个时阵就变作即个被统治者，叫做日本籍的台湾人，即、這个台湾人的观念，甲台湾人即个民俗，伫即个时阵才开始普遍渐渐被使用吼，所以无经过压迫，无经过压缩吼。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同一体的，咱唔知啊。哦，而且日本人来了后，咱讲哦，无讲哦，哦，啊，所以通敌者日本籍的日本人，比通敌者日本籍的台湾人，这时阵这个台湾人的观念，啊，甲这个民俗在渐渐被使用。啊，那再过来吼、哦，迄个，咱知影讲，一个国籍的改变，吼、哦，国籍是啥物？答案写你啊，国籍是啥物？就是你被保护的对象甲就是你效忠的对象甲你被保护的对象。你若美国籍，互美国保护，对无？无啥信心。你若美国籍，就接受美国保护嘛，安尼对无？对嘛？啊，你若英国籍，英国保护你；日本籍，日本保护你嘛。所以，迄个国籍上面就是被保护的对象，哦。啊，当然有权利有义务，伊甲你保护，你都要甲效忠。所以国籍真简单来讲，你若讲国籍吼，去 Google 甲查吼，哇，一堆遮大堆。啊，但是那个浓缩用足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你被保护的对象吼。啊，这个国籍的观念吼，伫以前吼，咱常咧讲拿破仑的战争以前，人类的战争史吼，有好几个阶段啦。哦，对上界古早的战争吼，啊咧，迄个马骑咧，啊枪骑咧，刀骑咧，吼，我抬你，你抬我，直直不直直抬。哦，啊，那城攻落来，吼、哦，我着屠城啥安怎？哦，啊，即摆过来，迄是上古时候的吼、哦，啊，过来另外过一个阶段吼、哦，就是毛瑟枪发明啊，和火药发明了后，啊有火药吼、哦，啊拿破仑的时代吼、哦，咱即摆看电影看到，哦，迄阵的人小台讲安怎？讲你徛一边，我徛一边，哦，啊排哦四四角角，啊第一排规律开枪。啊，开咧，过来嘛，第二排开，啊，你拍我拍你，我也点点啊，互你拍，啊，你也点点我拍，啊，拍嘛，看一下多较济。我迄阵那个看起真好笑，我那遐戆啦，秒比秒闪啊，戆戆，夹在遐讲你拍我拍你安尼吼。啊，所以拿破仑的时代战争哦，所以整个我们的那个战争史，人类的战争史一直在改变哦。对你古早压马压刀啊，伫战场内底厮杀哦，啊，过来毛瑟枪，大家排队队啊，你拍我拍你吼、哦，啊，过来。较近代的战争就无同款了，所以我们的分段吼，从上古的战争过来，一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前，啊，拿破仑以后，加迄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中间又过一个阶段，过来联合国起来又过一个阶段，啊，近代的战争就更加无同款了。哦，近代的战争哦，你联合国成立了后，几乎人的国家主权已经完备的迄个国家，你就袂使乌白共拍吼，即马煞变成讲。人权凌驾在国家主权之上，加一个战争是安尼起来吼。你一个国家讲，我已经宣布有主权了哦，啊，但是我对我家己百姓乌白糟蹋，乌白糟蹋，哦，真是国家就马上起来甲你抗议哦，啊，抗议你阁唔听，再甲你抗议，国家组成联军就甲你修理啊，哦，所以即摆讲争夺土地啊改变国籍吼，伫现代已经无啊吼，因为在战争啊，国籍改变，土地改变，即摆已经无啊！吼，联合国成立了后，已经无这个代志啊！吼，在这个之前，伫联合国成立之前，吼，就是伫迄个1830年拿破仑时代以后，甲这联合国成立之前，这个中间的战争，赶快就迄个土地变更，迄个割地赔款的情况，咱台湾的这个强调，这个战争事件，就是甲午战争引起马关条约，然后过日本这段的历史，就是拢伫这个联合国之前。拿破仑时代之后，所以伫这个产生这个国际的改变的时候，尾下人才发现讲，袂使呢吼，拿破仑之前的战争吼，咱两个国家相台，啊，我若无得战胜了，拢征服者，被征服者的所在吼，一夜之间土地拢变我的，
一夜之间，所有人拢都在对我宣誓效忠。哦，啊，恁两个会成为敌人吼、哦，在恁的教育，在恁的认知吼，互相都是很不堪的人嘛。哦，就咱以前咱的台湾县哦，拢万恶的共匪要杀猪拔毛后安怎安怎？哦，爱别嘛咧骂人骂到安尼吼，所以你会变互相变作敌人吼、哦，在咱的认知，在咧教育背景，拢变作很不堪的人。啊，怎啊？我政府军同你拍败啊！啊，你军队开入来啊！啊！一夜之间，讲叫我爱对迄个原来我认为很不堪的人效忠，啊！你叫这人是要怎吞下落？哦，啊！那唔效忠高怪，你也就庆幸嘞。哦，啊！那高怪有办法嘞，我组织地下反抗军、游击队，惨滴滴夹滴滴拼，那个悲剧没完没了。哦，所以后来因为战争的悲剧的那个教训，吼、哦，人家发现讲，嘿，这土地是死的呢，哦，啊，人是活的呢。对人袂使安尼硬搞呢，尤其即个安尼讲国籍的改变、效忠对象的改变，诶，这款情一定要慎重处理。哦，所以拄则咧甲各位报告吼，1895年《马关条约》内底乌白纸写乌字，清清楚楚，两党之内哦，当时带伫即个多数的人选择，我要顺从新的统治者，我若甘愿啊，你就不要乱搞。哦，啊，所以这个物件吼，规定你日内瓦第四公约吼，咱的秘书长定定提起这个物件吼，规定啊足清楚。真正一个所在呢，真正要改条换代，效忠对象要改变的时候，你一定爱好一些当地人要有所选择。那个后来都变成基本人权吼，所以这个，咱咧讲现代国籍的改变吼，因为战争而改变的国籍，而改变国籍的机会，即马差不多无啊吼。啊，但是你也使选择你要什么国籍。哦，啊，但这个国籍的改变，咱来讲，国籍的改变取得还是丧失，还是吼，当中要有这三个条件的意愿、自愿，啊个合法程序。哦，比如讲，迄、那个两党就是要让你表示你的意愿，你要服从日本人的统治无？这个意愿完全是自愿，无人甲你逼，两党让你选举，让你选择。这个合法的程序，就是用两党的时间，让你家己选择，你若甘愿。倒下来，好，我服从新的那个统治者，我就不要乱搞嘛，可以减少悲剧嘛，哦，啊，所以你这个所谓国籍的改变，就是因为这个变化哈、哦，所以讲做讲现代那个国籍的变更，比如讲我要来美国，哦，啊我要提美国籍，哦，啊我都爱先有一挂合法的程序，以规定的，哦，什么地级优先、地级优先、地级优先，啊，地级优先你教育规定，你去个申请。啊，申请了后，你完全表达你这个申请的中间，你是完全就你的意愿，啊，这个意愿是完全自愿，无人甲你强逼。哦，啊，美国政府甲你许可，你就可能取得美国的绿卡。啊，咱知影讲绿卡这个物件其实是准国籍啦，准国伊也毋是国籍吼，是准国籍。你一定爱先摕这个绿卡，啊，了后各照伊合法的程序，比如讲五档内底带满四档，哦，啊，用这个五档内底带满四档来考验你的意愿。是不是够坚强？你要来大家的这个意愿是不是够坚强？啊，你若讲有五档大满四档了，你就会使透过考迄、那个考试吼，啊，过来宣誓，会当真正摕到美国籍。所以永久居留权、绿卡那个是准国籍吼、哦。所以咱知影讲台湾有一个姓马吼，啊，伊讲有啊，我有绿卡又怎么样？啊，我都足久无去啊。伊讲五档大满四档我也无啊。哦，啊，讲离开美国袂使183日，袂使超过6个月以上。啊，我足久都无去啊，自动失效。咱若知影这个物件人，咱就知影完全胡说八道啦。哦，你当时你甲美国申请，美国照你申请，照伊规定好，他给你的，给你之后哈、哦，世界上无一个政府还是国家讲可以任意剥夺你的永久居留权，还是你的国籍袂使。哦，你若要放弃，一定要家己去声明。讲我，哦，你像讲啊，马英九若讲有一日吼，啊，佫入去美国，啊，美国海关一拍落来，哎，你这个人有啊，你有来申请永久居留权啦，啊，我有给你啊，哦，啊，足久无来啊，安怎处理？一定请你入去海关的办公室，请你遐坐，哦，啊，然后请教你讲嘛是呢，啊，等你是要有意愿要来无？哦，啊！你以前你都甲恁讲个呢，吼、哦，逐项拢总好，啊，种我嘛予你啊，啊，你当时要有意愿要来无？马英九讲，我古早乱来，爱甲要死，啊，即摆都无感觉啊，我已经没有感觉了，啊，没有感觉嘛，无要紧，爱签出来，表示你要放弃，原来是你的意愿，这个意愿完全是你的自愿，签这张文书合乎某些迄个合法的程序，完整出来，你才会使放弃。
啊，那无可能放弃的吼。啊，那靠学习无可能，甲你送去移民法庭。啊，移民法庭嘛，经过判决，经过开庭吼，啊，你家己陈述，等等这手续，你才有可能放弃某一个国家的国籍还是居留权哦。所以你讲无经过这手续，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还是一个国家可以强迫你，甲你取消你的国籍啊，还是。啊，即马讲啊一大堆啦吼，啊，讲安尼是咧讲啥啦？好，即马迄个清朝将台湾割予日本，啊，日本来了后，吼，咱知影讲，迄个台湾人的观念，啊，甲台湾人的国籍，对原来是清国人，啊，即马变作日本人，啊，即中间有透过讲两党的咧选择，已经是合乎所谓国际法所规定的那个效忠对象的改变，国籍的改变有完全有照这个程序吼，所以后来伫这个五十党以后。在这个岛屿就变成统治者日本籍的日本人，甲被统治者日本籍的台湾人，所以我咧甲各位一直强调讲吼，迄是被压缩的结果，咱才有迄个讲台湾人的观念。哦，啊，即摆咱咧讲压缩的结果，迄就包括原住民，包括一切在这个岛屿人拢同款啦。啊，所以到尾啊吼，到尾真侪台湾人咧讲，咱都要独立建国，咱都要有家己国家等等吼，那个是第二次的压缩啦。第二摆压缩着中国人来了，哇，夭寿啊！国家欢喜，国家霸，台湾人才更加讲，敢若讲台湾人无够呢？咱都要有家己的国家，咱都要有完全的自主性，哦，咱才有真正咱真正的未来。所以伫这个第二次压缩了吼，啊了后，就是讲啊，台湾人爱家己起来，迄、那个观念才阁造出来。所以迄拢毋是天顶流来吼，所以包括台湾人的民俗，包括台湾人讲要求当家做主，迄拢是一摆阁一摆压缩，台湾人才有这个境界吼。好，即摆哦，所以台湾人的国籍的演变吼，拄则甲你讲，拄则咧甲各位报讲，1895年日本人来了，完完全全照规矩，照国际法的这个规定，和当时的台湾人选择，啊，选择了留来变成日本籍的台湾人。好了，即摆咱一个跳过五十档啊，日本投降啊，啊，日本投降啊，台湾人佫发生甚物代志吼？只要看吼。中华民国行政院1945年1月12日用一个什么01297的训令哦，将当时是日本籍的台湾人哦，集体强迫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国籍啦。多久？好、哦，咱知影讲日本人是8月15日投降嘛，哦，啊，日本人8月15日投降了后，迄、那个麦克阿瑟有一个行政命令吼，吼，讲要求中国来台湾做受降，吼、哦。啊，甲接收的工作吼，啊，受降就是一个典礼嘛，伊嘛毋是讲，伊是代表盟军来吼，啊，所谓接收，毋是接收台湾人的财产呢，是要接收日本人的武器，就将这军人缴械嘛，哦，是战后第一项的处理嘛，哦，是干那安尼尔，啊，但是伊来了后吼，10月25日起来吼，来咱甲算关的偌久，1月12日，10月25日，1月12日几个月，10月25日。1月12日几个月？无到3个月嘞，无到3个月，有没有给你选择？有无？完全没有。哦，有没有诶猛烈意愿？完全无。所以这吼、哦，这个咱即马这张新闻上吼，咱这个团队研究的结果吼、哦，真心实。咱拄则讲几波吼，讲你就是要真的统治者哦。哦，合法的哦，哦，合乎当时迄个世界潮流迄个背景，你是因为条约，还是割让，还是买卖，新的统治者要来，你才会当有资格好共讨论这个改变国籍的这个问题呢？伊唔是真正新的统治者呢，伊是用麦克阿瑟的战后第一时间要求来台湾做这个战后初期的这个工作，安尼尔，他不是真正的统治者呢。对不？啊，伊毋是统治者，啥物意思？就根本无资格甲你换改国籍啦，根本无资格甲你改国籍，伊强迫甲你改国籍。过来无偌久，即、这个强甲你无资格甲你改，佮强迫甲你改的即个政权，伫本国内底被消灭掉了。1949年，1949年，伫本国内底叫共产党甲消灭掉了。迄就是咱的新闻情的来源啦。所以这张新闻情哦。在现在全世界都了解说这张新闻根本是不合法的，
无资格甲你改，硬甲你改，到尾甚至甲你改这个政权已经被消灭了。所以你这张身份证摕来看一百摆，变过阁看一百摆，无效就是无效啦。哦，所以咱常咧讲，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身份证摕起讲，哎，啊，阁是古中国的诶中国人啦，迄叫做古中国啊，中华民国已经变作古中国啊。那就讲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讲啊好安尼咧，哦，我是热爱台，好安好安，我做台。身份证摕起讲啥物？古中国的中国人，好，过来哈。这张什么哈？这张就是英国在当时那个中华民国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无资格给你改，强迫给你改，集体给你改了后哈，英国写给中国政府的一个抗议白皮书啦。哦，这个所在就写在这哈。你讲那个现在啦哈。哦，关于台湾岛转移中国哈，诶，这个代志哈，啊，英国政府以为能应按照1943年，所以要是开罗宣言，这开罗哈，是对开罗宣言哦，同盟国该项宣言之意，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转移中国，你别再家己讲哦，应与日本订立和平，了其他政治外交手续之后，才会当会使做。所以台湾现在虽然是中国政府的统治，但是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的这个代志，抗议嘛？你无照国际法来嘛？你无照国际法在内底战争法有关国籍的改变、效忠对象的改变，而这款意愿主观合法无拢总无，所以英国包括美国拢总连续三摆抗议的白皮书，就一张啦，这张是英国的吼。啊，当然咱知影吼，迄、那个。有抗议，无承认这张身份证，吼、哦、啊！但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伫这个全世界上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共产党的问题嘛，逐世纪拢共产党的问题嘛。哦，上届大型发生代志是中国嘛，三四年后共产党起来了，迄、那个原来这个所谓中华民国，伫本国叫共产党消灭啊，1949年，啊，佮1950年韩战开始的，韩战什么？共产党的问题嘛。麦克阿塞佫带美国兵去打韩战，拍到尾也袂收山啊！38度划破，迄个切开，北韩变共产党个。即摆说1960年，越战啊，越南啊，越南啥物问题？共产党的问题嘛。哦啊，美国去插越南，佫插到一支脚呾遐嘛抽袂起来吼，真正是安尼焦头烂额吼。啊，所以尾啊嘛是拢总变共产党个嘛。所以全世界所有个伫二次世界大战了，拢总共产党个问题。啊，所以台湾的情形，就是因为共产党的问题，所以一直拖到今仔日。是安怎讲？一直拖到今仔日。咱知影讲，原来蒋介石和麦克阿瑟派来台湾，伊的身份是做一个战后的占领托管这工作尔。哦，啊，对台湾并没有主权，吼、哦。啊，这个中间，这个美国尾啊，看伊讲哇，这共产党真麻烦吼、哦。啊，全利用蒋介石。啊，就应该是控制台湾人，啊，让台湾人伫真正生活在政治链狱之中，啊，然后再利用台湾人，都台湾那个党共产党。所以这半世纪以上哦，咱台湾人的角色，就是由美国的这个故意模糊，啊，到今日才艰苦吼。所以咱去告美国是有理由的吼。啊，再那个讲到转来吼，譬如讲啦吼，我参这个当心都落地受惊啦，哦，真敢头破血流吼。有人把他救回来，啊，我这个比较老的也不完的，跟你没完没了，跟你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要怎么办？总是社会有社会处理这种事情的那种方式嘛。譬如说来找一个公亲，如果一般就说，不然来说给李长辈听，谁是谁非，说给李长辈听，李长辈听了说，你们这个太复杂，你们这个纠纷太复杂，我没办法给你们排解，我给你送去派出所。哦，啊，恁坐去吼，啊，派出所的小警察哦，啊，直接被坑嘞，抓坑嘞吼，按落门，按落抄，按落写，按落写，做笔录嘛，做着看讲，哇、哦，这我无多牵涉的法律程序太麻烦了，我这个小警察嘛，无在甲恁调解，去恁讲，啊，再换你讲吼，或得个预备庭吼，得个第一庭、第二庭，直直开吼，啊，开了判决下来了，佫不同，佫第二审，哦，啊，好不容易。那个定案了，定案了要安怎？
你们两造还要把判决书的内容，包括民事的和解书哈，拢都爱履行完毕。恁两个纠纷才算有煞嘛？干么子呢？哦，伫迄个社会习惯的处理上，啊，甲伫迄个法律定数的处理上，恁两个私人的纠纷才算结束嘛？干么子呢？私人的纠纷甚至这样处理，哦，恁两个小把将又可以，咁整个事件都结束，咁是？是啊，有人动脑讲是呢，应该唔是嘛？那个只是什么？那个只是打架动作的停止嘛，后边要行路太长了嘛，所以私人的纠纷都要安尼才慎重来处理啊，何况是世界大战，对不？啊，所以讲太平洋战争了后，啊，日本人投降了后，哦，啊，伫第一时间八月十五投降，九月初二麦克阿瑟一个行政命令，叫中国兵来台湾，台湾变中国个啊！我讲是鬼甲你讲个，安怎会去伫迄个第一点、第一时间点就讲台湾变中国？哦，重回祖国怀抱，重组光复了，无可能嘛，对不？迄日本人投降啥意思？就是战争动作的停止啦，安尼尔啦，像恁两个小把叫扭开啦，打架动作的停止安尼尔啦，后壁要做的代志太侪了啦，哦，所以伫这个时间点，咱怎讲？伫迄个时间点，中国人起来打起来台湾，马上就讲台湾变野啊，哦，啊，就直接乱搞特搞乌皮布啊，咱即马怎讲？诶，完全是不合理的，完全是迄个真正是乱搞胡搞，乌皮讲的吼。所以伫这个。这个战争吼，伫咱咧讲伫联合国成立进程的这个战争吼，啊，甲即摆联合国是嘛是拢总有这个问题吼，啊，但是来讲，因为战争引起国土的改变，引起国籍的改变，即摆几乎没有这个问题了吼，啊，但是伫迄个咱的故事是伫二次世界大战伫联合国成立进程的这个战争吼，啊，因为这个代志到今日拢无解决吼，所以咱今日还阁会使在这争取咱台湾人家己的权利吼。啊，我是咧安尼想啦吼，占领这个意思吼，会乎你感觉讲，我都占领，啊占起来领起来就我的啊。哦，比如讲日本人投降，美国兵麦克阿瑟带美国兵登陆日本，那个第一时间登陆日本有啥物代志要做？哦，可能当地还有零星的抵抗。哦，拄则咱的林永成，那个司法大臣在甲咱报告讲，哇，迄琉球叫打败了，啊，日本美军定了了吼，哦，啊，琉球人死偌济人，所以伫第一时间战争动作停止，迄个征服者的军队开去吼，大概当地还有零星的抵抗，来自民间还是讲来自军方，对不吼？所以伫第一时间爱阁用武力来处理这代志，啊，那处理这代志了吼，伫第二阶段开始就等于是托管的工，托管做托管的工课吼。啊，这个托管是安怎托管？等下阁甲各位报告阁较详细吼。啊，这就是讲，咱定来咧讲，占领不能移转主权，还是托管不能移转主权吼？这捌听过吧吼？哦，还是讲流亡诶，不能就地合法，这等下阁甲各位报告吼。然后，这就是讲，尤其是甚至是近代战争吼，嘛拢总占领了后，迄个土地就无迄个土地变更，还是讲产生国籍的改变的问题啦，吼，好，哦，即咱有讲到伊拉克，即无要紧，即列足济吼，即以后咱再有时间再看。好来，哦，拄则讲到开罗会议啦，哦，伊英国的外交白皮书咧抗议中国将台湾当时日本籍的台湾人的日本籍拢总个强迫改变成中国籍的时，又讲开罗宣言吼，即开罗会。对开罗会议有真侪人做研究吼，啊，咱伫台湾一个真出名的教授叫沈建德吼，伊讲世间都无开罗宣言这个物件，哦，啊是开罗会议有开，啊开了发表一个新闻公告，哦，啊既然是新闻公告，顶管拢无人签字，啊所以开罗会议的那个会议内容结构是没有约束力的，而且上早提出的时候就是潘明明教授提出的吼。伊讲开罗宣言哦，迄个做宣言，啊，宣言就是伫迄个所谓条约诶，迄个位阶之下，哦，啊是没有约束力的。啊，搁你开始的时候，像哦，什么人，啊，你什么所在，你什么时阵，啊，开罗会议，吼，共同发表 general statements，
random statement 的概括的声明，讲啊，这是宣言，啊，佫是变作概括的声明，啊，概括的声明佫是宣言的位阶佫较低，啊，所以完全没有约束力，啊，所以开了会议的内底内容完全没有无效，吼、哦，是个意思吼、哦，啊，尾啊，国研究讲啊，都世间都无这个开了出来，这种大咱拢捌看过啦吼，一个罗素哎。这个罗素嘛，这个丘吉尔嘛，哈，啊，罗素伫想要参蒋介石讲一话啦，啊，蒋介石吼都听无啊，啊，所以目睭看头前，啊，耳啊耳吼，规嘴拢假喙齿吼，我去过的时候我知影吼，迄蒋介石真少年，都牙周病非常厉害吼，啊，真少年都拢挂假喙齿吼，啊，所以古早人安尼讲做兵吼，啥物病袂当请假，喙齿拢会使请假哩吼，所以这耳啊耳是，你都听无啊。啊！这宋美龄伫咧要甲罗迄个手指哦，安尼袂输要甲挑逗咧，安尼迄个面安尼用安尼吼，这张图咱拢有印象吼、哦。囡仔时代读册啊，这张图咱拢有印象，迄个开罗会议内底这中间翕出来相吼、哦。好，啊，这个所谓开罗宣言啦吼，啊，因在讲咧，讲你看这后边迄个八行字咧，啊，尾啊只字拍把鼓起来呢，哦，啊，佫写什么附定稿，啊，这有啥物约束力？啊，这张讲听讲是就是保存伫。中华民国的手头的一张吼，我会记得几啊年前，迄个新建着八七摆阿扁啊做总统的时候，要去总统府要甲看这张吼，啊我有参与去吼，啊所以你讲无效啦，讲无效，这张捌看过无？这张就是吼，二次世界大战美军轰炸台湾的时候，啊对迄个轰炸机所沉落来的宣传单啦，啊宣传单内底哪写？中国过来哦，迄个台湾要归还中国啊！安尼，恁讲开罗会议的迄个开罗宣言有效还是无效？吼、哦，咱即摆拢直直讲无效嘛，吼、哦。我甲各位报告吼、哦，其实是有效。人讲啊，迄个意向声明嘛，啊，都几国家己开会吼、哦，啊，他有人家己开会，当事国日本也无伫遐，啊，恁跟他讲讲，就要安怎要安怎？哦，但你的总统参人讲的呢？不管有签字无签字，是恁的总统参人讲的呢。啊，所以若战后了后，胜利了后。这个处理当然，但是会不会照开罗会里头讲过的安尼做？我甲各位报告吼，真的本来美国要安尼做，咱看卖吼。所以开罗会议了后，啊来台湾轰炸吼，啊订这张单给台湾人看吼，过来，咱咧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啦吼，尾啊就是伫1951年的建后六年后才订这个和平条约吼，啊这个写和平条约的这个人，咱。那个秘书长也甲咱报告吼，这杜勒斯嘛哈，啊这杜勒斯吼，伊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要发表的进程吼，要用签字进程，伊有发表一个演讲哈，啊演讲其中有讲一句话，啊这句话这几日啊，唔知对一个立法委员哦，捌引用啦，伊安怎讲哦？伊讲我们不能只仰望天空的彩虹哦，而踩碎脚边的玫瑰。我讲这句话，伫迄个旧金山合约要签的进程吼，爱去演讲吼，迄个演讲非常精彩吼。爱咧讲这个意思是讲，咱无法度一味追求完美啦，哦，啊，结果将一寡要紧的代志，唔重大嘅代志，但你把它忽略掉了，意思是安尼吼。啊，这句话拄好最近的一个立法委员捌引用吼，我这里佫讲一句话吼。啊，这杜勒斯其实对台湾非常大的帮忙啊，所以咱秘书长在讲，迄后摆哦，麦克阿塞公路吼、哦，爱个改掉，改做杜勒斯公路。麦克阿塞对台湾不是很友善吼、哦。好，过来，这咱等下个报告吼、哦。好，啊，所以这个开罗会议吼、哦，咱较后边吼，先看这吼、哦。这张是啥物？过来连续三张吼、哦，这是1947、48、49，美国人。有关旧金山合约的草稿啦，哦，而、啊、且、這個、草稿顶管到那下，伊讲 Japan hereby cedes to China in 470 the island of Taiwan Formosa。日本对即马开始割让台湾完全的主权割让给中国。美国草稿呢？美国草稿，1947、1948是安那下？同款 Japan hereby cedes to China in full sovereignty the island of Taiwan Formosa。 日本以完全的主权割让台湾给中国、欸、
1949，同款，日本对这边开始将完整的主权将台湾割让给中国。所以你讲开罗会议的结果有效无？我意向声明尔，迄敢若战前几个人开会尔，你的总统家己参人讲的，安怎会无效？哦，所以迄个意向声明后来伫处理台湾的代志，迄正做一个指标嘛。所以开罗会议唔是有法律的效果，但是后来伫战后要处理台湾的这个问题吼，真的是影响很大。所以一直到1949，美国有关开罗会议，有关迄旧金山合约诶，这个草稿顶面拢是安尼写的，像台湾要挂行中国，啊，尾也是安怎？1949发生什么代志？1949，国民党被伫中国去互共产党消灭掉，就是1949年啦。啊，所以其实真正是咱足好运的啦。拄啊好迄个时间，啊，国民党代表中国的国民党，啊，伫个本国叫共产党消灭，规帮人装来台湾。所以旧金山合约有关台湾的处理，转180度转变。美国人参详想讲，这太塞。即卖若准到讲，你旧金山也内底照开罗会议迄个讲法，啊，将台湾要挂行中国，吼，啊，那安尼落。迄、那个中国是蒋介石即摆看作叛乱团体的共产党的中国，蒋介石走来台湾，要对台湾小估一下，惨要灭一下，一个苟延残喘的地方都变得不可能。哦，因为若讲伫旧金山下边内底，照过去的这个讲话要挂中国，迄、那个中国无偌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蒋介石惨要灭台湾都无法度啊，台湾就是中国的啊，就那么清楚。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因果，美国人看讲安尼袂使，安尼台湾的地位一定爱悬空起来 ，suspend， 哦，迄、那个日本放弃，无讲要交降给什么人，迄就是因为这个形势比人强，蒋介石家己伫中国被消灭掉了后，从安尼伫1949年了后，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合约，从180度的转变，啊，就是今仔咱还阁有一个在遮讨论台湾人何去何从的一个空间吼。啊，咱这个各位报告讲这啦吼，譬如讲权力甲权力有啥物无共款 ，status 甲这 renounce 有啥物无共款 ，sovereignty 甲 rights 有啥物无共款，完整的主权甲残留的主权有啥物无共款。只有稍微较深啦吼，啊，得点一下，原来了解啦吼。咱常咧讲，迄、那个所谓，这个权力甲权利吼，权力是一款 power， 啊，这个 power 是被承认的 power 吼，啊，了后对这个被承认的 power， 你才有可能会产生有权利，哦，对有权，然后产生的利益嘛，哦，所以你有真正的权力。这个权力的来源是合乎某些法律的，还是讲是被承认的？了后，你可能对这个权利会产生一挂利益出来，包括管辖权，哦，包括迄个，咱咧讲迄个 claim， 哈、哦，迄、那个宣誓，哈、哦，还是讲迄个叫做 title， 哈、哦，迄个名义，哈、哦，迄拢是包括伫这个所在，哈、哦。啊，再下骹这个 status， 就是割让啊。割让必须有对象，我挂出去、扭出去，必须有对象，这叫做割让。哦，咱常咧讲割让一定有对象哈、哦，一个挂，一个收哈、哦。啊，然后 renounce 都无同款啦 ，renounce 是放弃不一定有对象，我要放弃，我无咧讲这个放弃要交什么人，迄只就是这个 renounce。所以后来哈、哦，第一个咱咧拄只咧甲各位报讲1947-48。一直到1949，美国有关旧金山内底的用字是 status 是割让，吼、哦，有对象，对象是给中国，吼、哦。后来日本真正旧金山和平条内底写的是 renounce， 用这字 renounce 什么意思？放弃，无讲要什么人。哦，所以这今仔日留落来一个空间，咱今仔才有机会好多再讨论台湾的问题，吼、哦。啊，这个完整的主权，咱靠了解了，完整的，哦，啊，残留的主权，这句话哈、哦，这句话往哪同款，是伫迄个
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之前，迄、那个杜勒斯国务卿演讲的中间，伊讲到台湾的问，讲到琉球的问题，第一摆使用这个残留主权吼。啊，所以今仔日这残留主权吼，伫咱论述内底，我那有提起这个物件，啊，可能参台湾嘛有关系啦吼。好，即摆过来吼，咱会使阁跳过吼。好来，我甲各位请教吼，什么是搬徙？什么是搬徙？什么是移民？什么是流亡？什么是流窜？咱先讲搬徙，什么是搬徙？好，怀着希望，带着梦想，啊，伫你原来有主权的国家内底，我台西歹讨趁，我要搬来高雄试看卖，我要搬来台北试看卖。怀着希望，带着梦想，啊，但是伫你原来的国家内底搬来搬去，迄个做搬徙，安尼对无？哦，啊，移民呢？哦，外国去也对啦吼，就是伫你原来没有主权的地方，唔是你家己的国家，啊嘛怀着希望，带着梦想，要来开创另外一个好的新的生活。哦，啊，但是迄个所在是另外一个国家，你原来是无主权，但是无权利，但你照伊的规定啊，甲申请，你会使去，迄个移民对无？好来，啊，什么做流亡？什么做咱先讲流窜？什么做流窜？啊？哦，八个招了。好了，一个国家发生内战、发生革命、发生严重的政争，啊，当然有一方会被另外一方斗倒嘛。哦，啊，斗倒这人爱走呢，啊，若无走掉就姓山呢。哎，那准都讲你原来拥有主权的地方，就是原来伊个国家内底，他走来走去，山西走来山东，山东走来河南，河南走来甘肃，还有这流窜了，人家抓到你还是要枪毙你的，那对不？啊，上面这流亡。流亡，答对了，就是你要走去你没有主权的地方，哦，你发生政争、发生革命、发生严重的内战，哦啊，被斗倒的那一方无走会死人的呢，哦啊，所以赶紧走去原来你没有拥有主权的地方，人家以人道的考量，还是讲政治的庇护，把你收留，和你会当都要苟延残喘，保留一条命。你的政敌，你的国内政敌才没有办法追杀你嘛，因为这是别人的所在嘛，他不能追杀你嘛。哦，所以咱常常讲，啊，国民党啊，中华民国流亡政权，流亡政权什么意思？一定要走去他没有主权的地方才能安顿下来嘛。伊若讲走，还佫伫金门妈祖咧走，伫福建咧走，伫迄个广东咧走，中山洞走就掠就清杀了了啊。走来台湾，等于他对台湾没有主权嘛。他才能苟延残喘到今天哈，啊，所以咱拄只咧讲吼，讲托管不能移转主权，哦，咱秘书长拢定甲咱讲，讲这个是国际法的铁则，哦，啊，这个流亡不能就地合法，这个是国际法的铁则，哦，你若这两点了解有头，去参所有诶人辩论，甲这两点甲提出来，伊都拢无话好讲啊，哦，咱秘书长真强调这点哦。啊，其实我各位报告了哈，迄唔是啥物大学问啦。哦，听到讲铁则国际话吼，敢那学问足大吼。其实迄种常识啦、常识啊，哦，其实真侪法律拢是因为常识，啊，尾啊变白纸变乌字，啊，就变作法律啦，变作啥物铁则啥安尼吼。我甲各位讲吼，讲啊，阮查某囝已经生三个啊吼，啊，无代无志，有一个佮寄一张验孕的迄个验孕棒吼。啊，来讲又搁有啊啦，啊讲啥物要搁生两个啦，啊夭寿啊那边安怎吼？啊所以我甲啥物太参详，常讲啊，等下早起人三个都真可怜啊，讲啥物无代步就要搁生两个，啊无咱来甲他斗下手咯，哦，啊就过甲隔壁，迄林先来讲林先吼，阮早起讲特别搁生双生啦，啊阮两阿婆想来甲斗下手一下吼，哦，可能爱较久六个月，啊我即间厝拢无人打卡到，啊我拜托恁来用过来甲我应一下，啊我锁匙交你安尼。好了，我委托隔壁林先生带我管理一下，安尼有可能发生无？有哈，啊，敢有可能发生？讲我六个月回来，讲去处爷啦，好滴话，我无我哪有锁匙，无我哪有锁匙，有这个可有？敢有这个可能？那是常识的问题啦，你那个是常，真正不是什么大学问哦。你敢想看麦？你是从授权来做托管的，世间无的代志，讲七托管、八托管，讲变作你的啦。所以不用怕，这个不是大学问，真的是常识的问题。
你被授权来托管，无迄个血干，无咧道理讲七托管、八托管，讲等来讲变异的，没有这个回事吼。啊，他讲流亡，你就是流亡来家是没有主权的，啊，没有主权人把你收容吼，台湾人也要会了解啦，但台湾人干来要怨叹啦，怨叹安怎？去只官庙讲我咧，哦，安尼袂干咧，安尼嘴烂牵丝哦，去只官庙讲。我甲各位报告吼，事实是乞食袂使官庙供啦，世间无这个道理啦。你无在大，无在食，无在生，我甲你收留，我讲供给你大，讲七大八大，我这个庙供，你灌水外口咧当漏水，迄相信啦，那个都不是大的学问啦，这个都是常识吼。所以咱咧讲啊，中华民国是啥物东东？它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美国授权，让伊来台湾，其实是要做托管的工作。哦，啊，然后这托管的时间到尾，都要一直等到所有的旧金山来签出来了，看安怎决定台湾呢？会何去何从了？哦，再个另外有一个新的条会签出来吼，迄阵才做另外一个决定嘛。哦，啊，另外一个新的流亡嘛，1949就变流亡嘛。所以不管伊是来台湾是做托管。还是讲到尾啊，流亡来台湾，中华民国完全没有办法合法拥有台湾的主权呐。啊，这是今仔日咱规个台湾在这个错乱内底，都在咧加袂出来。哦，所以甲各位报告只吼，咱就知影讲，其实中华民国唔是咱的国家，台湾人犹阁无国家，迄就是咱今仔日的困境啦。哦，你若了解这了。中华民国不是咱国家，甚至是我们的敌人。哦，伊就是说现在代志嘛，咱当时是日本籍的台湾人呢。哦，伊就是同盟国参日本相台，啊，日本战败投降了，其实来做托管的，拢总是敌国啦。包括当时的日本叫美国托管，当时的美国是日本的敌国，是完全一样的。哦，所以即马咱迄个，哦，所以得讲。中华民国的真正的地位吼，就是中华民国吼 ，ROC in exile， 在第二次上战略时代理美国占领台湾，所以这占领包括托管是不能移转主权吼，没有哦啊，了过来变流亡，流亡没有办法就地合法，所以小英吼，真正咱嘛真正足看傻眼吼，讲你头脑遐好人，你有英国的人，啊你学问遐饱，哦啊你要袂做好选人以前，你讲哎中华民国是流亡政权。啊，不然变成中了好算人。啊，他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咱这拢戆伊吼，保证伊头脑比咱较好啦。啊，你头脑遮歹，咱就知影讲，迄根本都唔对，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吼？所以我们真的很傻眼吼。啊，再过来，咱要做观念性吼。即马咱的研究的结果是安怎吼？讲好，日本籍的台湾人伫二次世界大战了被强迫变作中国籍。古中国的迄个中国籍哈，啊，咱即摆了解讲，啊，这张身份是完全无合法的，啊，这张身份造成咱真大个错乱。我是台湾人，正经摕出来，佫是古中国的中国人，要小害哦。啊，造成咱的迄个矛盾嘛哈，啊，所以咱这拢知影吼，啊，所以结论起来讲，啊，中华民国唔是咱的国家，台湾人要袂有国家，啊，台湾人要算啥？要袂解决嘛？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全世界要无听台湾人的意见嘛？台湾人真的要何去何从？拢要袂有机会好表达嘛？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国家的人，没有国家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国籍的人嘛？我们没有效忠的对象嘛？哦啊我啊啊啊啊！基本上我们也没有被保护的对象嘛？嘿，对，那个才是真正我们的现况。哦，咱拄则用真侪时间在甲各位报告中华民国真正的定位是安怎？哦，即摆我倒倒来看咱台湾，咱台湾人真正的定位是安怎？中华民国不是我们的国家，台湾人自己还没有国家，咱是要袂咱的何去何从？要袂尊重咱的意见之前，我们是没有国籍的人。安尼有清楚了哈？即摆咱的团队吼研究到这吼，差不多会使讲一支笔纸平在桌仔顶了，夭寿哦！啊，红七步八步。啊，武到即马半世纪过啊，啊，台湾人的问题要未解决，啊，当时啊，咱是没有国籍的人，嗯啊，联合国阁写讲每个人必须要有国籍呢，联合国宪章哦，写每个人必须要有国籍，啊，那台湾这个问题是变怎？
所以因活到等于看琉球的故事吼，叫做琉球魔术了哈。咱知影讲琉球有打登陆战嘛哈，啊登陆战又打得非常惨烈，哦啊当时迄个美军，包括英国嘛有参加，加拿大嘛有参加吼，伊隆重的迄个军诶海军陆战队差不多有300,000人，啊整个琉球的啊多谢。整个琉球的迄个日本的守军拢总才80,000人，啊，当然琉球的守军拢总死吼，啊，迄个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吼，听伊讲死伤超过要到150,000啦，啊，所以美国人真够分家规吼，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用电影透过电影伫分家规吼，哦，塞班岛之役啦吼，硫磺岛浴血战啦吼，啊，什么菲律宾那伫分家规，但是足罕尼去讲着琉球的迄登陆战，足罕尼吼。啊，原因就是咱赢得不光彩嘛。咱知影有一张相片吼，啊，伫迄个硫磺岛吼，啊，美军的海军陆战队攻起一个小山头吼，好不容易攻上去了吼，啊，四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伊美国国旗吼，四个人要举好起来，吼，啊，伊国旗还佫处处吼，啊，迄个相片拄拄啊去予一个间谍记者翕着，啊，翕着了吼，迄时阵迄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官安怎讲，你知无？讲凭着这张相片。可以鼓励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士气500年。美国人真够分家规吼，啊！但对琉球战役足罕尼讲，因为家己咁歹势，赢之不武啦。遐济人讲遐少的守军啊，讲古话话，啊，当然尾也包括琉球人的死伤，咱在在林永成有在甲咱报告讲琉球人平民其实死真济吼，啊！但军队来讲。美军的联合军，包括英国、包括加拿大，死过较济吼，所以加拿大登陆之后，那么就是迄个琉球登陆之后，第一时间创啥？拄在你甲各位报告，可能还有零星的抵抗，对吧吼？啊，还有零星的抵抗，必须要用武力弥平，啊，用武力处理也无法度啊。哦，你，我军队去了啊，你要搁抵抗，我当然要用武力弥平啊。啊，所以第一时间，迄、那个占领大概就这个意思吼。啊，其实占领了，再哪拢弥平了吼，迄、那个征服者的军队去哩，过来责任就是哎，和当地的社会秩序赶紧恢复，和迄个被打败的迄个人，一旦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无军队，无警察，无政府，经济崩盘，遐人要哪生活？哦，所以马上就进入，其实马上就进入托管的工作了哈。啊，就这托管了吼，伫迄个旧金山合约吼，1951年尾啊写的旧金山合约，杜罗斯咧讲，琉球要有一个残留主权，就本对琉球还有一个保留一个残留主权吼，就是意思就是爱最后爱尊重琉球人的意见，所以这尊重琉球人的意见吼，伫联合国正式伫旧金山合约内底讲，安尼委托美国正式做托管的工作。其实这个托管的工作吼，伫1945年4月1号美军登陆了后，一直在做啊。咱知影讲尾啊吼，迄个琉球的民政府吼，伊的名称改变足几摆吼，啊，拢总我会记拢总只12摆啊，几摆吼，啊，名称虽然无同款，但是迄就是在做托管的工作吼。啊，咱讲啊，托管是要哪做？占领单呢？你讲安尼意思，我知影啦。哦，啊，就第一时间去哩。啊，有可能爱阁用武力弥平，吼、哦！啊，弥平了后，过来就进入托管的阶段。其实包括咧托管吼，包括讲这三个托管，占领、托管、驻地吼，伫这三个部分，其实拢是还阁是占领中的状态啦。啊，但是伊爱做的保护迄个社会，会当赶紧恢复社会秩序，啊，当地人赶紧正常生活，吼、哦，迄是进入第二阶段的托管吼。过来驻地安怎做？住宿，各位捌听过无？古早读的嘛，常嘛咧讲自助吼，自助要哪做？伫这款情况之下，自助要哪做？就是建兴国的占领军吼，伊伫当地马上成立军政府，啊，军政府下骹在马上帮咱当地人成立民政府啦，琉球民政府，啊，是安尼爱安尼做啦吼，我等下甲各位报告为什么要这样做吼？你怎啊？好了，美军登陆，美军打胜仗了，登陆了。成立军政府，军政府要负责啥？负责当地国防，负责当地社会秩序，赶紧恢复，和当地人会当赶紧正常生活。哦，啊，过来成立帮咱当地人成立民政府。哦，啊，伫迄个琉球的故事，就是顶管一个军政府，
下骹琉球人家己做民政府。哦，啊，你唔通袂记得哦，当时的美国人是当时的琉球人的敌人哦。哦，啊，你是我的敌人，啊，你阁说变成爱甲我保护呢？负责国防，负责社会治安，哦，啊，然后行政方面拢总交予琉球人家己去处理。啊，即阵就阁产生讲，啊，经费要对对来。外国人交的税金，就是进口的货物税，美国军政府摕去用。啊，若无够，你爱对美国摕来斗资源。啊，然后琉球人交的税金，一线都美国袂使 touch， 都琉球人家己伫迄个琉球的建设规划等等落去运作。所以组织一个政府一个民众，保证是一件大事啦。咱若讲五人招咧开一间公司吼，你看迄会就卖开几摆。哦啊，无甲几啊个月吼，啊就变作一个公司。啊，你组织一个政府，要个运作成熟，你甲看是何等大的工程吼。所以常咧讲革新，永远嘛咧革新。佮即摆又佮拄着啥物袂好，啥物袂好势。哦，所以组织一个政府，包括运作成熟，是非常大的工程吼。所以伫即个中间，故事尾也甲咱讲哦，讲拢总武27冬啦，一直到1972年吼，啊，迄个琉球民政府拢总运作成熟了，吼。啊！迄个时阵，伫1972年，后来琉球是透过协商，唔是用公投的方式，是用透过协商，啊，让琉球人尊重琉球人的意见，成做归等日本，哦。啊，什么归等日本？今仔日决定，明仔载，迄个已经运作27冬、完全成熟的琉球民政府，马上变成日本的地方政府，琉球地方政府，迄个社会才接袂起来啦，哦。啊，这个设计上重要就是讲，啊，万一琉球人讲要独立嘞，会使无？会使啊，他袂使。琉球人真正讲，伫迄个时阵讲，我要独立，当然可以啊。啊，若真正讲要独立，今仔日决定，明仔载迄个运作27冬，琉球人家己的民政府马上变作新诞生的琉球国的中央政府跟地方，迄个社会才接袂起来啦。整个的设计重点在这里啦。是安怎着？母甲遮大咧，遮大咧烫断。啊，母啊讲，着爱吼，互恁去运作甲拢好势，互恁组织，互恁运作甲好势。吼，啊来，互恁决定，再来做决定。就是万一若琉球人要独立，今仔日决定，明仔载拢毋免阁组政府啊，毋免阁咧去运作，拢毋免啊。已经运作成熟了，马上接上来了。迄就是即个设计的重点啦。啊，即嘛即27冬久哦，琉球人算什么人？哦，他全世界期待他做何去何从的决定哦。啊，你要袂做进程，琉球人唔是日本人。有人讲，迄个时阵要阁算日本人，但迄是一个迄个，你若讲勉强讲起来是咧残留的日本人。哦，万一若决定讲要家己建国的时，伊都参日本都无关系啊。哦，就世间皆是琉球国。哦，啊，只琉球人就华丽的琉球人啊。啊，所以伫迄个时阵，伊唔是十只。迄、那个十层的迄个日本人，伊无可能变作美国人，是安怎讲？上面咱头仔讲几波啊？托管不能安那？哦，不能遗传祖先呐！啊，你是要联合国授权来才做托管的，无迄个去托管变作讲琉球变作美国的，只有啊琉球人变作美国人，袂使就是袂使。所以琉球人唔是日本人，琉球人袂使变作美国人。啊！我甲各位报告，琉球人嘛，唔是琉球人呢。你讲何先？你讲得对唔对？人已经10代以上拢伫琉球出世啊！啊，热爱琉球哦，愿意为琉球牺牲生命哦，啊，食琉球米，啉琉球，你安怎讲？伊唔是琉球人？确实咧吼，他还不是华丽的琉球人呐、啊。这个世间都要不有一个诞生一个琉球国嘛？哦，所以伫这27冬内底，伊唔是日本人，伊无可能变作美国人，伊嘛唔是华丽上的琉球人啦、啊。啊，即嘛系啊，啥物拢唔是，阿边啊，生活爱正经呢，哦，旅行爱正经呢，啊，啥物人要发正经诶？伫顶悬咧甲管辖的美国，我们不要忘记吼、哦，美国是当时琉球人的敌人哦。哦，我咧甲各位报告讲，那迄个税金，琉球人家己交，家己运作，家己运用吼。哦啊，关税外国人交迄个美国军政摕去用吼，唔、哦、是干安尼尔呢？底下咧做托管的美国袂使叫琉球人替美国做兵呢？恁本来互相为敌啊！啊，我还是叫我敌人替我做兵，在法理上讲不通，在实际上也不行嘛！你叫我敌人做替我做兵，我请哦，你安尼请头甲倒头撸啊，我是要安怎？
哦，所以伫法理上、伫事实上，拢总行不通，袂使征兵，袂使征税吼。啊，所以讲到遮，你就知影讲，中华民国国民党来台湾，插当时日本这些台湾人，诶，即个互相的立场，即摆搞得有多错乱就多错乱啦。你甲想象讲，原来是互相为敌的美国人，甲即个琉球人。啊，他后来可能讲，安怎去比较袂讲，啊，琉球人会去变做美国人，佫会使选美国总统，啊，选掉佫真正会使做美国总统。要是我，咱伫即个漩涡吼，伫迄、那个迄、那个流亡体制的漩涡啊，讲甲你开放选举，咱是中伊个计啦。互你五十当伫写，伫写，我较紧来，总统咱来做啥？要是我，迄个花里是成完全弄不清楚，非常真正非常悲哀吼。啊，所以伫即个琉球的故事，伫到尾啊。这个中间，美国都爱发身份证，包括咱咧讲个讲 ID 卡，也是讲迄个旅行证件，互当时琉球人啊。啊，像美国要发这张旅行证了，当时琉球人吼，伊都爱向全世界报备，讲这人是伫我管辖之下，哦，我对因有责任。啊，这人是会有资格通我接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啊，暂时要服从美国法律，服从偌久？27天吼，故事尾也甲咱讲27天吼。啊，所以这张证件是我发给的。啊，若有人摕这张证件去贵国旅行，请给予协助跟保护。啊，若伫外国发生代志咧，美国伫第一时间就爱跳出来处理，爱出来倒下手。迄就是琉球的故事啦。所以，迄整个的设计，咱才发现讲，哇，台湾本来都爱安尼做啊。哦，迄中国人若有良心。美国甲讲叫伊来遮做受降、做接收，然后托管。你若有良心，你就是要保护台湾的安全，吼台湾人当时台日本这个台湾会当正常生活，社会秩序在负责。然后你要帮助台湾人成立自己的民政府，迄就是善意的托管啦。所以咱回头转来看吼，从琉球的伫战后行过的路，啊，甲台湾战后行过，我们真的是感慨万千啦。咱拄着中国人这款邪恶的托管，予咱今受苦到今仔日吼。所以咱知影讲，伫琉球这个故事吼，讲这个最终决定是透过协商吼，啊，并不是讲用公投，但公投我想嘛会使吼。啊，所以以后就是咱台湾人来讲，全世界咧期待台湾人讲受苦这么久的台湾人，啊，今日要发声要做最后决定，我想全世界非常大的注意吼。好啦，咱过来哦，什么叫琉球嘛，我拢讲了了。好，过来，这样赶快吼，好。所以，甲各位报告吼，拄则讲十摆吼，其实是讲十二摆，其实九摆啦。所以，琉球民政府吼，对1945年起了后，成立美国军政府，过来8月7日，就用一个咨询议会的形式吼，啊，过来用冲绳民政当局吼 ，MLA 临时隆重这个变化吼，到尾啊，琉球临时中央政府啊，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咱等有这个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的这个发号的迄个旅行护照，各位看吼。啊，所以这个中间虽然名称有几啊款的变化吼，变动吼，但迄个基本的本质拢总共款，就是顶管一个军政府，下骹一个琉球民政府吼，基本上是安尼吼。啊，所以咱长期吼，咱安尼拢安怎互来互教啦吼，拢讲，吼，咱都爱迄个拼，总统咱来做，日本人甲冲个1/4、1/4过，哦，啊来甲修改公投法，咱用公投的基本人权来决定2300万人的何去何从，哦，听起来敢若足有理的呢，我嘛吼即个讲法，咱都在拼30-40天呢，对人直直喊呢，即摆才知影讲拢唔对呀啦。何你拢总过啦吼，卖讲那个过程有多艰辛啦吼，何你讲拢总过啊，卖讲这理论上的错乱到什么地方啦吼，拢总何你过啊，总统咱来做，迄个立法院过1/4修改公道，啊公道嘛过啊，讲台湾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明仔载咧，明仔载保证大乱啦，新的国家政府在哪里？你变哪去解释啦？所以即马甲回顾起来吼，我唔知影讲早期研究的人是因为粗鲁，还是讲不精心，吼，还是讲凊彩，还是讲根本就故意讲啊，要用即款个人的迄款有机会好进入所谓流亡政权内底权力核心，啊，都咧吃喝拉撒，啊，甲咱拐到安尼，到台湾到即个所在，戆戆些，到今仔日规半世纪以上吼，所以若回顾起来，真的是这样吼，所以当。
所有的人若听到讲咱的论述、咱的研究的结果，真正大家拢足欢喜的。讲当时啊，台湾人要有这条路好行，哦，台湾人要会使要有这个战争国际法内底战争法的这个占领托管主地，然后再来何去何从的这个过程吼、哦，好。今天就是个各位报告哈，迄个当时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给当时的琉球人的一张旅行证件呐，哦啊，所以得甲各位报告来讲，发行这张证件，美国爱用全世界报备，哦啊，这张证件是美国发的，摕这张证件的人就是有资格通我接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啊，然后迄个暂时的服从美国法律，哦啊，伫美国管辖之下。这些人再来决定以后，再来决定他们的何去何从。啊，在他们要被决定之前，他们的生命就是在美国的监督跟保护之下的人哈。哦，啊，这就是张开起来内底迄个签证了哈。好，咱全部批准了哈。但是咧是讲尾啊，咱的动作哈。啊，我来将这个过程，咱拢听过真济啊哈。啊，我用这个过程大概十分钟的时间，甲各位报告，控告美国是安怎搞的哈。咱这研究的团队吼，研究到这来，真正纸笔一摊呐，笔转个听了，哇，夭寿啊！台湾真正迄个真正法律的路，拢总无过去，拢无了解哦。啊，所以归根究底是美国的责任呢。哦，美国故意放纵迄个蒋介石在遮，啊，用利用蒋介石来控制台湾人，啊，这个用咱的钱去买美国的军的迄个武器，啊，替美国咧动共产党。啊，想起来美国真正吼，他的国家利益，而且伤害台湾太大吼，啊，所以咱讲，啊，无来甲美国讨公道袂使，所以伫迄个哦，即、這个吼，那2004年吼，迄阵啊，即个鲍威尔讲即句话吼，我面像我看到惨猪笼子共款吼，足怕的吼，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能享受主权国家独立迄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大声安尼讲呢，啊，台湾那不是国家。啊，咱台湾人算啥？无国境嘛，没有效忠的对象嘛，所以台湾人的处境其实美国比咱较清楚吼。好，这个控告美国的华盛顿 DC 的典范人啦吼。啊，这典范人吼，咱拢总是2006年吼，10月24日吼，就是中国人起来的进程之一吼。啊，挑你找228人啊去告美国，美国。伤害台湾人的人权，要求厘清台湾的国际地位，甲台湾人权的保障。台湾人有资格通接受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关人权的保障。今仔日，互恁家己公关是变作无国籍，是你美国的责任吼。所以去了后，成案了后吼，啊，伫第一审，伫迄个地方法院吼，咱派个律师团，啊，国务院嘛马上派律师团，大部分拢哈佛的律师吼出来。啊，出来了后，对方的律师吼，马上伫第一庭开始的时候，马上申请撤案。哦，讲申请撤案，讲这是政治问题，司法体系未使审理政治问题，所以申请撤案。啊，但美国法官看，我知啊，煞毋知这拖出来拢政治问题。啊，但是当时用真权的角度入去甲告呢，所以美国的法官硬着头皮要审下去哈、哦。所以伫迄个典范的时候。隆重，这是高等法，哎，要紧吼，要紧啦，这用讲啦。第一审隆重公房11拜，哎，12拜，哦，啊，这个公房的中间吼，咱就提真侪法律上的证据吼，啊，参对方的律师都要辩吼。啊，那公房了好判决下来了，判决下来吼，伫迄个判决文咱知吼，判决文就写到落落等啦，哦，什么情形，什么理由，什么就写到落落等。啊，判决主文有可能干那一句话啦。哦，啊，真正有约束力是判决主文，对吧？这咱知啦哈、哦。所以伫迄个判决文写到落落等内底有写一句吼，伫出第一个典范的是，伊写讲，阮了解台湾人无国籍。哦，啊，但是判决主文写讲，这个是高度敏感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级的法院可以审理的，啊，可以上诉。所以伫典范呢。判决主文并没有得到迄个 yes or no 的判决，啊，但是判决文有写一句讲，阮了解台湾人无国籍，那可以上诉到高等法院，哈、哦，2008年，哈、哦，高等法院，哦，这是地方法院，哈、哦，好，
现在上诉到高等法院哈，这个法官哈，伊搁较认真，同款啦，对方的法，对方律师同款，第一摆出来讲申请撤案，这是政治问题，哦，法院袂使审理政治问题，但无法度继续搁审，现在审吼，攻防拢总十摆，拢总十摆吼，啊，伫这个十摆中间吼，这个法官搁为着这个诉讼案召开个公听会。要求中华民国派人爱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人来参加，哦，因为这是台湾的问题，第一摆伫迄个美国司法体系内底进行诉讼，所以要求因爱来听吼。啊，这十摆公房内底吼，咱派出律师团哦，伫其中一摆辩论庭哦，伊安怎讲哦？伊讲，阮相信美国是全世界上界注重人权的国家之一。全世界的任何角落，若发生一个人、两个人人权受伤害的事件，美国第一时间就跳出来大声谴责。先甲俄罗斯咧吼，讲你遮注重人权吼，啊，凊彩若一个人，你就跳出来大声谴责。但是，顶世纪全人类发生了最大的人权丑闻，就是你美国做出来，牵涉人数之广，当时600万，即马变作1700万至800万。牵涉时间之长，超过半世纪是64冬。这些人拢是因为美国故意模糊的关系，让这些人成做全世界认定无国籍的人，造成上一个世纪最大的人权丑是美国做出来。哇！要是骂一个美国法官，目睭也扎到你，啊，对方的律师也扎到你，讲哇，这阵律师来遮歹吼，啊讲当当时美国是安尼创造全人类上爱大的人权丑闻哦。啊，那过来同款吼，同款，就是了后判决主文内底，啊个判决文内底，判决文伫第二审的这个法官，佫加两句啦。第一审的法官，咱知影讲，伊讲，阮了解台湾人无国籍。即马第二审这个法官佫加两句，伊哪写？伊讲，阮了解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受统治伫一个无受承认的政府之下，64冬过着政治的炼狱的生活。哇，要是有这三句，即马足经典的啦。即嘛，来咧讲到什么台湾的问题，非常多人咧引用啊。哦，因为咱知影讲，透过法官的手所写出来物件吼，都相当有权威性吼。啊，其实不管咱尾啊告诉是毋是 yes or no 的这个结果吼，这三句话已经将台湾人所有委屈拢总讲出来啊啦。好了，这三句安怎讲？我阁念一摆吼。我阿恁我爱念好参我白姓吼，用台语念好参我白姓吼，讲。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受统治一个无受承认的政府之下哦，这句较长哦，64冬过着政治的炼狱的生活。所以，伫第二审赶快判决主文讲，迄个这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唔是阮这款层级的法院可以审理的，可以上诉。即摆上诉到最高法院啦吼，好听吼，上诉到最高法院哦，上。最高法院就没有公房啊啦，都跟他书面审理啦。按照书面审理吼，那个原告权力变得很大啦。哦，他可以要求被告吼，将有关这个诉讼标的有关的，不管你解密的、非解密的，伫美国国内还是美国国外，有关的物件拢会使要求他提供给法官参考。哦，啊，但咱知影讲，咱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候，去用笑个呢啦。讲你看，我、哦、有啥物本事，有啥物能耐，我、哦、要告美国，你看，无咧插你安尼吼，是安怎讲吼？因为最高法院每年上诉到最高法院的迄个案件差不多8000件，啊，真正吼、哦，最高法院的法官佫甲你提起来讲，我要甲你评看卖咧，看这个代志，还佫计达到佫审理一次无吼？差不多150件啦，机会非常小，哦、啊，所以当时人甲咱笑个呢吼。啊！但国务咧，咱即件个最高法院的法官讲来，会使阁审理一摆。啊！所以当时咱律师吼，咱派出律师团吼，要求对甲午战争、对迄个马关条约吼，马关条约的原本提出来看哦。啊！迄个开罗会议，毋是开罗宣言咯，开罗会议的会议记录当中853页，总提出来看，一直甲要求要甲40件，再要求甲40件，上尾件要求啥物？要求讲吼，旧金山合约伫1951年9月7日签订，1952年4月28日生效，吼、哦、啊，当时签订国49国，
在这四十九国里面六十四年久就历任总统，哪有任何一位总统提出对旧金山合约的内容 有意见，要求修改，要求增订，要求再讨论，还是要求失效，哪有任何这个声明请你提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没嘛。旧金山合约签订了后，在这四十九国的签约国里面六十四年久就历任总统，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对旧金山合约提出任何异议嘛？哎，什么意思？就是旧金山合约今仔日内底每一句每一字还继续在约束着这四十九国，这六十四当四十九国历任总统每一个总统还继续在约束他，包括今天的奥巴马，包括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他都要遵守旧金山合约啦。即马就这物件要求提出来吼。美国律师团就讲要求啊，这提出来是要去对提，都无这个物件哦。所以在一礼拜之内，他马上申请放弃抗辩权。我不爱辩了啦，你讲的拢对，我承认，但是随在法官判看卖。安尼咱胜赢无？在某个角度，其实我们是胜利的哈。你若讲小过，对方讲要放弃抗辩权，我拢无法多辩啦，我无法多辩啦，你讲的拢对啦，我都即马看法官怎判嘛，咱知影法官是因的吧，咱嘛知影讲，伊若甲你判落，哇，要是话美国拄啊发生内战，古早是讲南北战争啊，战甲安尼不啥啥，即马若讲司法院甲你判决讲，哦，有影好，即美国作看哦，即美国都爱国务院都爱出来担责任，而且限定六个月要履行完毕。哇，这代志这大事，要哪去办？爱花给那个1700万的这台湾人，爱一人一本美国的旅行证件，这么大的工程，你叫美国是要哪做？所以其实咱对法院无得到 yes or no， 会当了解，他没有胆量跟你讲 no， 讲你胡说八道，你讲的拢无道理，没有胆量。哎嘛，无法度跟你讲 yes 哦，你讲拢道理，所以美国法院、美国总要赶紧出来做，没有办法，咱了解嘛。但是过来的所有的变化包括咱今仔日伫台湾咧做民进党，而且代志拢是美国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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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咱咧安怎做安怎做。美国后来甲咱的人，甲咱的这核心人讲吼，其实阮同意啦，同意遵从迄个琉球魔术啦，有道理啦，吼、哦。但是琉球魔术吼，琉球进前根本都无中国人对他摇把叉嘛，对方嘛无一个中国伫话要拍，要抓要拍嘛。台湾即摆已经人口结构强破坏到安尼啊，迄个对方阁一个中国都在摇把叉，所以一切低调进行，一直到准备拢好势，马上迄个底牌先出来，咱就真清楚讲，当时的这个美国伫收购了后，对台湾人的帮助是一步一步看看，一直到今天吼、我想我今日报告到这时间到了吼。其实是要够够舒服讲吼，我今日后回有机会再个见面吼，真多谢大家。加起立，加嘞，加崩。